我只是找地铁口是吧？我只是找地铁口，我知道我刚看到这个字，折的年轻人念书了，大半个姑娘在那学校老，我你教不教脸呢你？我你说吧，你说年轻人，你妈在那哭什么呀？我不蒙那个玩意儿，这个雷呀，这个是，我就是打工的，你这。你不要拿中国人指着我说话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中国人，我没有动手，我只想要个道歉，我做梦，你看你给我看过，黑暗的吗？那我们有没有硬闯？我们现在回去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丢人啊！什么丢人？你们让人很丢人。你妈用不用的？说啥去了？